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讲解啊。今天是2019年3月26号，开讲之前呢，先跟大家去测试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整个趋势的一个状况。开讲之前跟大家测试一下声音跟视频是否是正常。这边给我一个反馈啊，如果是可以的话，我们就开始讲解。财经新闻来看的话，本周的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在周三呢。明天。一个新西兰央行的利率决议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另外的话呢，在明天晚上有一个库存啊，看一下是周四吧，一二三四，周四的，OK，周四与周五啊，这两天是本周关注的一个重点的2天。那么在星期三来看的话，就是关于新西兰的一个数据，货币政策的利率决议。那在周四的话，有英国的，周五的话有这个，第一个是德国3月份的失业就业人口变化，第二个呢是英国的 GDP 月度环比。第三个还是欧元区的 CPI 啊，所以说本周来看的话，其实可能周一、周二、周三还相对来讲，行情会在数据层面上是比较清淡的。OK，好，在数据层面是比较清淡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市场的一个具体的运行状况。对于黄金来看的话，其实在最近来讲，黄金都是处在一个反弹的趋势啊。就整体还是在多头，就是整个大的一个格局还没有发生变化。那么这一轮黄金的多头，我们看到我们比较关注的重点区域是在1340，是吧？因为黄金如果是走到1340的话，这个地方是一定要去再次去考虑黄金的空单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区域。那么今天如果日内来讲的话，现在黄金的我们看一下黄金的收线啊。昨天黄金是大阳线收上来，所以说，在打破前高的1320大阳线，今天是高开1321，那么这个地方来看的话，是这一条上涨的黄金分割的正好是在618的位置，所以说我认为，从日内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块区域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可以尝试限价去在这个地方去进一个黄金的空单。那具体的位置呢，我们可以采取挂单在1321进场，OK。红色。好，我们可以采取那个对于黄金来看的话，我们可以采取这个挂单入场的方法。那具体入场的一个思路，其实就是根据这个趋势线的通道的高点，那么对于这个趋势线来看的话，其实是有一些向左侧交易，有一些向左侧交易。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这一轮黄金上涨的过程当中，走到高点是通过一个做空的方式。因为现在我们是从你看四小时的这个多头，还是从整个日线级别的多头来看的话，黄金依旧还是在上涨的趋势当中，对吗？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涨势当中，我跟他讲过啊，做交易其实不排除会去，不一定非得要去做顺势。那如果是在逆势当中，如果有比较好的位置的话，我建议大家也去要积极的去尝试黄金的这个，要积极去尝试黄金的这个空单啊，这个问题都不是特别大。那对于黄金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在昨天给的几个区域，第一个重要的区域当然是我刚才讲的1340啊，黄金分割1340蝴蝶位。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头肩顶的右肩可能会构筑成型的一个区域，对吧？你看，跟左肩的1320几乎是平行的，所以说这个头肩顶一旦成型的话，那么黄金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下行的趋势。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暂时可以先
入场一单黄金的空单，先做一个日内的处理，高空的位置继续保留，好吧？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挂一个1321的空单，1321，止损于前高。OK，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 AB 等于 CD。那么从它这个形态上来看的话，你会发现黄金今天早上触及到的最高的位置1323，刚刚好是 AB 等于 CD 成型的地方。我们把它用这个曲线标识一下。OK，AB 等于 CD。我们换一个工具啊，这个工具，因为在这个当中，它其实是有一个 ABCD pattern 的一个形态啊，一，二，三，OK。同学们可以看到吗？可以看得清楚吗？把它用直线。好，这地方正好是有一个 AB 等于 CD 的一个形态的成立啊。我们看到 D 点的最高的位置几乎是将将好落在1323，所以说在这块区域，我们不管怎么样啊，是要去尝试做空黄金的。止损呢，我个人建议放到五十点，止损放到五十点，好吧？止损的位置是1326，也就是说我们入场的位置是1321，止损是1326。那目标啊，往下看有两个，因为是做这个地方是先去做一个短线的。第一目标呢，我们放在这个1313.60，0.236的位置。第二目标我们放在1307，盈亏比总体评估下来的话是1:3不到，1:2.78，好吧，黄金的空单啊，我们现在可以采取挂单入场方法，在1321可以挂单进去，止损50点。OK，这是 AB 等于 CD 啊，在黄金坐落脚在。当然，如果今天早上早一点看到的话，我可能会让大家在1323进啊，这个位置是最好的位置。止损的话，我会放，打比方说是在1323进的话，止损的话我会放到这儿，放在这个高点上面。OK，这是最佳入场的位置，但现在已经过了，但是它仍旧是在区域当中，所以说在这块区域当中，我们以一个更低的价格在1321成交，止损五十点，好吧，这是黄金啊，两个目标。两个目标，OK，好，我们来看一下黄金的一个在最近的一个表现呢，从1284走到1221，那么这一轮上涨，我们想跟大家去分析一下，它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什么呢？
就这一轮上涨，主要原因是来自于什么？股市的避险，主要原因是来自于股市的避险。其实我们去看日币就知道，啊，包括瑞朗、美日，啊，这些避险品种在最近都走出了相应的比较强势的行情，所以说黄金自然也不例外，是吧？那所以说黄金这一轮的多头反弹主要是来自于避险情绪的一个带来，啊，避险情绪带来了一个黄金的多头的买盘。OK， 好，那既然到了高位，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去空黄金。好吧，同时呢，你看啊，从这个地方连接高点上去的话，它这个地方1小时出现吞没双 K 反转，正好也是在切线的顶部。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它是日内交易的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啊，日内交易短线的非常好的位置。两个目标我们来去做一个观测，好吧？空单做进去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美指。美指呢，昨天有一些遇阻回调的迹象，但是总体来看还是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从日线图来讲，昨天的收线不足以去覆盖掉这一轮反弹上涨的动能。那么下跌过程当中回调在下跌过程当中在这个支撑线附近回调，仍旧是一个可能会继续反弹的趋势啊。这是美指四小时。OK， 美指的四小时现在来去做观测的话，其实有一些像中继形态啊，有一些像中继啊，就上破回调，你看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骑行，所以说如果它今天往上再走的话，有可能再次去测试97，有可能再次去测试97。那么我之所以判断美指有可能会继续反弹的一个逻辑是主要来自于日线图，因为昨天的收线它并没有昨天的收线并没有改变这一轮反弹的格局。那它主要的下方的一个支撑是在95在96 96这个地方，它不会轻易的跌破下去。暂时来看的话，在美元没有出现任何基本面变化的情况下，它不会轻易的破下去。那尽管我们看到，尽管这次在 FED 会议上并没有去宣布加息也是在今年给出了足够宽松的足够的这种相对来讲足够保守的预期，也就是今年可能会加息的概率不太大加息概率不太大，乱七八糟说了一堆，但是美指仍旧没有出现特别大的一个崩盘的行情，那说明整个基本面还是非常好的，美元的基本面目前来看并没有出现太大的转变。好吧，所以说在今年上半年来看的话，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整个今年上半年来看的话，我们给大家整个一个关于美元的一个预期的话，大概还是以高位震荡偏强为主，可能会弱化调整，但是这个是相对2018年的行情，因为整个18年的美元都是在一个单边上涨的趋势当中，对不对？而2018年美元在单边上涨，那么2019年进入到上半年之后呢，由于对于股市的考量包括由于中美贸易的各个方面的一个压力美元可能在这个方面在今年上半年第二个季度，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季度，可能会出现一些回调这个回调来讲不代表它会弱化，只是相对去年没有表现那么强势了，这个是我的观点。 OK， 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英镑。英镑其实在非美货币当中它其实最近的行情是独树一帜的，为什么？因为你看我昨天分析到我的观点不管是从技术面还是从基本面上来讲，英镑的基本面没有走强的基础，因为现在关于退欧问题还是一个非常大的疑点，到底会不会顺利的进行下去，而且英国下一轮的这个政治的一个执政的党魁会不会因为退欧事件而形成一个换政，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英镑目前来看它还是在一个相对不确定性的事件当中，但是英镑在非美货币的表现当中它又是相对比较强的你看这一轮多头上来是吧，上涨下来创新高再次回调下来，支撑线也没有破，英镑的支撑也没破所以说我们现在不能太过于看空英镑我其实一直没有让大家去做空英镑。把这些都删掉了
如果大家在我讲课的过程当中呢，觉得有一些图或者是有一些观点，大家比较，大家比较赞同的，可以把它去自己截图保存下来。啊，我这边的话可能会定期做一些清理。OK，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干净的图表。那么对于英镑来讲，现在有两个看点，第一个是呢均线，均线之上看多英镑，日线级别200日均线，均线之上看多英镑。第二呢。趋势线的上涨通道并没有形成支撑的破位，看多英镑的两个因素，这是主要的因素啊。第三个因素，英镑在周五的时候，那在支撑线附近出现一个双 K 反转，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多头行情，有可能持续发力的一个形态，有可能会持续发力的形态。所以说，对于英镑来讲，我现在是偏多，但是我不会去做多，不会去做多，是因为整个英镑来讲的位置是比较高了。但是反观来讲的话，在小周期当中来看，我们来看一下均线。对于策略上来讲的话，现在这个位置它其实是在均线附近纠缠和盘整。那么在均线附近纠缠和盘整，我们如果是要从策略来去执行的话，必须等待一个信号，就是第一，它一定要突破均线，并且创造一个高点，发生有效回调之后形成信号入场。注意我刚才这句话当中的几个逻辑啊，第一是远离均线突破高点，出现有效回调之后的信号入场。所以说，这个地方从今天的一个主要的观测目标来看的话，还没有出现趋势交易的信号，还没有出现趋势交易的信号，那整个还是在均线附近纠缠，下方比较接近支撑，那么在4小时当中呢，又在50日均线附近盘整。所以说，英镑来讲，我还是以一个相对模糊的状态来去给它定义。那如果你非得去执行交易的话，我希望等待的是一个往上的突破，回调下来，我再去做多单。好吧，突破，回调下来，我们在这些地方。去买入，OK，这是英镑了。好的，再来看一下澳元，澳元其实有机会了啊，澳元有机会了。我们先暂且不去看这个做多的，我们先看一下往哪个地方做空。澳元今天啊挂单入场，挂单入场位置是，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做澳元的空单啊？X B C N D 啊，不是用这个 cipher。好，澳币现在直接我们挂单入场啊，挂单的位置是在0.71450、0.71457啊，0.71457挂单入场，澳元兑美元。根据这个形态来看的话，止损的话当然是需要放在 X 点上面，因为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取 X 点上面作为止损？首先第一，它是在这个压力线之上，相对来讲这块区域是有效止损，你放太大不合适吧？啊，放太大不合适了。你是在如果是低于 X 点也不太合适，对吧？如果我们是按照标准的一个形态入场的话，那么跟它的第一目标是要达到1:1的，至少是需要达到1:1的。所以说，对于整个所以说对于整个这个对于整个澳币来讲的话，对于整个澳币来讲的话，我的思路是。继续保持逢高做空，好吧？看空的同时保持逢高做空。挂单位置0.71460，止损25个点，0.71711。
0.771，目标往下看，目标往下看。首先第一个呢，本来我们是在上周做空的澳币，在0.750做空的澳币，是吧？根据这个786的蝴蝶形态，那么在压力线附近空的澳币，压力线附近空澳币，那么两个目标全部触及，两个目标全部触及，对吧？第一目标，第二目标。OK，好，现在第二次空澳币，第二次空澳币目标呢？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啊。我们看到四小时当中，在底部支撑比较多的区域是在0.7180的位置，0.7080的位置。所以说，如果我们是在这个地方空澳币的话，第一目标可以放1:1，0.71260。啊，0.7206啊，0.7206，第二目标0.7080。啊，第二目标0.7080，好吧，OK。那同时呢，如果是要空的话，我建议是采取高空，采取高空，啊，止损放在压力线之上，澳美。日线上来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部分是比较明显的压力区啊，是吗？那这条线直接下来的话，它的压力区就是在这个区域附近啊。是吧？这块区域。所以说你的空单，我们做交易的空单啊，做交易的空单都应该是执行在比较好的压力区的附近。空单不能做在支撑之上。空单不能做在支撑附近，而是在压力附近找区域去做空。是吧？多单不能坐在阻力的位置，而是要在支撑附近找地方去做多。啊，这个定海神针。OK， 所以说对于整个澳元的基本面上来讲，没有太大的变化。明天周四和周五是有新西兰的一个货币政策，但是纽元跟澳元最近还是有些不太一样，因为纽元是很强的。是吧？纽元是很强的。我们在上周是有跟大家去建议一个纽元的多单啊，我们入场啊，纽元的空单，我们入场的位置是在0.69018，止损呢是在上方。OK， 止损是在上方。第一目标我们看到，在第一目标啊，我看一下。第一目标是在0.68615。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空单成交之后，现在是在一个浮动亏损的状态当中。纽币的空单是在一个浮动亏损的状态当中。所以说，现在我们，我个人认为啊，纽元现在是相对来讲，在非美货币当中，它是要强于澳元的。纽元要强于澳元。所以说这个空单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做一个处理。就是如果比较仓位不太大的话，就继续去保留空单就可以了，止损放在上面40点不动。如果仓位相对来讲如果放的比较大的话，我们今天去空澳，把纽币可以先做一个平仓的处理，好吧？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是浮亏大概10个点左右啊，也不是特别多，可以把它先去做一个平仓，然后我们去高空澳币啊，这是我的建议。因为纽元从不管是从数据层面呢，还是从它的一个整个最近的一个K 线上来讲，它都是比较强的，纽元是比较强的。当然这个区域是压力位没错了，这个区域是压力位没错，但是它一旦突破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破位的行情，往上去破。你看昨天的收线啊，这地方有一个，你看一个大阳线吞没上去，今天又是高开，所以说多头来讲最近还是比较强，纽元的多头最近还是相当强。那我们对于澳和纽之间的对比，我们看这个品种就知道了。你看一直在往下走，纽元越强，
或者是澳币越弱，那么这个品种就会往下走。它甚至是已经接近了我们看到在1月3号的一个低点，1月3号的低点，这根下影线是非常长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澳纽是几乎是已经接近于前方的低点了，所以说对于整个在1月份到现在3月底的一个澳和纽之间的行情来去做一个对比的话，澳是要比纽要弱得多，纽要比澳要强得多。OK， 好，这块区域强支撑，非常非常强的支撑。目前来看的话，下破的概率不是特别大啊。我认为下破的概率可能只有 40% 到 30%。我认为在这个地方，澳纽还是有存在一些反弹的可能。澳纽还是会存在一些反弹的可能。好吧，但是从整个但是我刚才去分析了，就是为什么要空澳会比较空牛好一些，因为牛最近还是太强了，牛还是太强。那明天的话在周四的上午，诶，在周三的一个上午凌晨四点，又有新西兰央行的利率决议。所以说暂且来看的话，可以去规避掉这一轮的这个波动的一个风险。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今天空澳币，好吧，用狐狸去空澳币。OK， 好，再来看一下美加。美加马上也有机会了啊！美加的机会呢？现在是在看一下美加现在是在日线图当中啊，现在是还是在高位，现在还是在高位，走到了1.3150，这个地方还没有破。美加一旦破的话，很有可能再次去摸前高的位置。那么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当中，比较理想的位置就是在1.36的位置。这个地方我们强调很多遍了，如果美加再次回到 1.36， 你就要再次把握住这次机会，继续去空美加。四小时啊，日线。日线来讲，美加最近的反弹也是可圈可点啊。那么在周五的话，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阳线了。昨天是高开，今天是相对来讲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啊，开始往下去走，不排除晚上会往上去。突破掉这个颈线，突破颈线 ，AB 等于 CD， 蝴蝶形态，我们就在高点去空美加。刚才有同学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一小时是不是蝴蝶？我看一下一小时是不是蝴蝶？一小时也是蝴蝶。你去比一下就知道了啊！你把这个形态亮一下，你看它是不是蝴蝶？一二三，这地方肯定是蝴蝶，是吧？没有问题，没任何问题。地点是在 1.33、1.34、437，地点是在一，但是这个蝴蝶它空是在这个地方挂单空的，止损放前高的，你不能去追了啊！因为蝴蝶很多时候都是在摸顶，你不能现在去追了。现在去追的话，你的位置，你看，如果用蝴蝶空的话是1比2，走到低点是1比2。如果你去追的话，现价去追的话，你止损仍旧放在上方，走到前低的位置，接近前低的位置才1比1，所以说不适合去追了。你蝴蝶，你要么挂单空到，你要么就不要做，不要去追。如果再仔细观测一下30分钟当中，那么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蝴蝶的双顶。一、二，是吧？它是很好的位置，但是仅限于短线啊。我认为美加这次如果是用这个蝴蝶来做的话，我会去做一个短线。目标一当然还没有到，目标一是在
1.3370，走到目标一接近1:3，所以说位置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在应该是在今天啊，往后面推啊一个两个，这个应该是在昨天吧，在昨天出现的机会，1、2、3，啊，今天早上出现的机会。凌晨时候出现的机会啊，高点。关于这个形态。它到底符不符合，或者是有一些争议的话，大家自己用那个软件啊，或者是用黄金分割去量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在关键地方反转下来的，大家自己去量一下。因为我现在通过肉眼直观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形态，1、2、3、45个点就是在这儿，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形态，而且入场是刚刚好，最极限的位置入场，极限单。1.33437，那如果这个形态当中，如果 C 点破下去的话，如果 C 点破到这儿来的话，它就不成立了，这个形态就不太成立了，我们就不能拿它来做空了。OK，啊，这是美加。那总统大人最多骂一骂鲍威尔，乱说没联储，乱七八糟一大堆。最近的那个，最近的房地产啊，房地产是有，刚才同学问到，最近的房地产。其实，在中国最近，就是在下半年，中国的下半年房地产这个表现其实有一些回暖的。整个趋势来讲的话，因为上半年确实不太好，特别是在18年的时候，整个18年整个房地产都是非常低迷的时候。18年下半年啊，一直到这个年底啊，包括在2019年第一个季度都是不太好的，都是相对来讲比较低迷的时候啊。那么现在中国在整个这个中国当中，房地产这个。回溯比较快的地方是香港，房地产的这个，因为香港之前的这个楼市的价格的振幅非常大，当时是因为几个原因呢，第一是整个中国经济放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就是关于 FED 加息，FED 加息我们看到房这个FED 加息对于。不单是对于美国的市场是利空的，房地产市场对于香港的市场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包括伦敦，啊，它对全球这个资本市场都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撼动的作用。第三个呢，美中贸易，啊，所以说，在18年时候，香港的这个楼市的这个平均的价格是有过非常大的一个振幅的时期，非常非常大。那现在来看，慢慢回暖了。啊，现在来看呢，慢慢的整个香港的楼市啊，价格开始去有了一些这个开始升温的一个迹象。我们看到，在香港最贵的地方呢，是在平顶山，对吧？香港的平顶山是整个这个香港岛啊，这个地面积最贵的地方，很少有富豪能在那个地方能够买得起房子。平顶山啊，那是真的是寸土寸金。
但是最近也有一些在这个平顶山的那些地区也有一些关于这个违约的一些事件啊，关于房地产违约的事件。但是近到2019年来看的话，整个香港的楼市是有一些升温的迹象，包括这个深圳啊是有一些升温的迹象。去年确实有过一段时间非常非常低迷，房价其实跟 K 线图是一样的。把这个3个原因罗列一下啊。第一是楼市价格，正当调整，3大原因。啊，我这边主要是谈香港。美中贸易摩擦带来的悲观预期啊，现在好了，因为第二个因素，就是前2个因素现在都有所放缓，是吧？今年来看，FED 说不加息了，或者加息的预期足够低了，哎，其实这对于股市来讲，或者对楼市来讲，都是一个利多的信号。是吧？都是一个利多的信号，所以说楼价开始升温。那第二个信号就是美中贸易摩擦。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在最近的这个一个月当中啊，包括在最近几周当中派出了这个代表跑去华盛顿进行谈判啊，经济问题用经济来解决，经济问题用经济来解决。现在已经推出了关于外商投资在中国的一个保护的法案。外商投资保护法。那关于这个保护法，主要就是我们之前所谈及到的几个问题，对吧？第一是呢，对于人权的保护，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南京条约，历史上所发生的这个第一个所谓的不平等的条约的第一条，就是针对人权啊。所以说，在这个外商投资的保护法当中，也去。重点去谈及了关于人权问题，包括劳工权益的保护，啊，还有市场准入。所以说，对于美中贸易摩擦，我们看到现在是已经开始有一些趋向于好的方面去发展了。所以说，这个呢，也给这个不管是内地啊，还是说香港、台湾的这个房地产带来了一些升温的一个因素啊。第三个就是。哎，刚才说的第三个是啥来着？刚才说的第三个是啥的，我突然就忘记了。啊，就两个吧，就两个，讲着讲忘了啊。哦，对，讲准了。啊，中国央行降准，中国央行降准。那么，中国央行降准之后呢？因为中国的境内是实行了一个这个购买壁垒，实行了购买壁垒，还有房地产税、地产税。地产税现在当然还没有全面开啊，还没有全面去推行啊。一旦全面推行的话，中国将进入动产时代，中国将进入动产时代，这是很可怕的啊！动产时代，我们在去年去谈及到过。
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那么大陆的资金最近是往香港去楼市转移的一个趋势是有一些明显，啊，这个是最终是带来了香港楼市的一个波动的三个原因。哦，还有一个忘了谈了，还有一个就是港币的贬值，港币和人民币的贬值。关于谈到港币啊，其实港币是中国政府非常大的一个战略货币啊。这个有一些敏感啊，所以说我今天不在这地方去多谈，啊，特别是在香港回归之后，那么因为人民币当时是人民币是不是自由流通，在全球来讲的话，它不是自由流通货币，所以说当时中国政府通过这个港币的一个印刷，获取了大量的美元资源，外汇储备，啊，所以说香港港币。它是中国政府的战略货币。OK，好，关于刚才同学谈到香港问题，我们就谈这么多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啊，同学说到法官府的钱袋子，收一轮税收再收一轮。怎么能轻易放弃？不是有的时候。好，再来谈一谈那个美瑞，啊，美瑞，美瑞，美瑞我现在是实际上是在等一个美瑞，现在实在是在等一个机会啊，美瑞在等一个机会，就目前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美瑞不太，中继啊，中继的破位回调到结构。把这个中间删掉。好，那美瑞来看的话，我们如果是从日内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立场来讲的话，美瑞是高空的，这个肯定没错，一眼我们可以看到，美瑞是高空的，是吧？下破上来，日线当中连续，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连续7天下跌，连续7天下跌，上周整个都是在走，往下再走，遇阻下行。啊，那么现在来看，没有太好的明确的止跌讯号。有同学讲到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是不是可以限价去做空呢？是不是可以限价去做空单呢？啊，我觉得不太好啊，感觉不太好。这个地方空美瑞的话，首先第一止损比较大，如果限价去空的话，止损比，因为你往下看目标其实挺近了，止损的话你得50多点了，55个点了，对不对？走到目标一，接近前低的位置是0.99啊，0.98556，差不多1:1，
盈亏比不是特别好，盈亏比不是特别好。如果它能回抽一轮上去的话，反倒是还是可以去考虑的，回抽到那个，回抽到0.99402的位置，32个点，这样的话盈亏比会好一些，1:3。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先不去空美瑞啊，因为最近美元有点强，美元有点强啊，不去空美瑞，而且空美瑞利息隔夜利息比较高，明天就周三了，今天周二，周三的话收3倍，好，再来看一下原油。原油是大家要空了啊，原油大家要去做空单了。我们先看一下原油为什么要做空，有两个原因。原油现在是从。最高是在50、60、60的关卡位置，回调下来，反弹382，六呃反弹六一八啊，反弹六一八，OK，56.18%，空原油。差不多是在59。其实我们在周五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了，是吧？提示我说这个地方要关注原油的多单啊，原油的空单啊，不是原油的多单。取个折中的话，大家可以把挂单放在59，止损前高60.163。OK。往下看啊，没有往下看，可以看得稍微远一点，1:2吧。啊，第一目标放在57.53，56.835，第二目标放在这个低点，55，好吧？啊，原油要去做空单了啊，原油要去做空单了。好，再看一下4小时。4小时来看是比较明显的破位了，啊，上涨通道的下破。一个楔形结构。其实这种结构我们之前去做过一个去做过一个演示，怎么去交易它？因为当价格越趋近于高一点的时候，那同时又是关卡价格，又是在支撑阻力附近，那么当它价格的夹角越来越收小的时候，突然间出现通道的破位，反抽上来，第一时间做空是最好的，这个时候效果是最好的。你不要再去等了，你如果再去等就完蛋了啊！如果你去等，你说我要等更高的位置，有时候它就是在618和50%区域形成一个高点的测试，然后再往下走。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在59这地方去挂空原油啊，止损放在60.163。因为这一轮反弹上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反转下去的话，就多头结束，空头开始反转下去的话，它至少会有一个400到500点左右的行情可以去值得去博弈或者值得去期待。好吧，啊，这是原油啊。上周没有做的，本周还可以做，还是可以继续挂单做。啊，关于人民币我去不再去多讲了，为什么？因为讲了很多次关于人民币，我说
长期来看，你不要想太多，人民币一定是贬值的，长期来看一定是贬值的。啊，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会不会去？我之前谈及到关于我的观点，就是如果是真的实行国际化的话，也是贬值的。啊，它之所以不贬值，是因为没有啊，它之所以现在还比较在6.7、6.8还没有破位，是因为它没有国际化，国际化它就会破位。啊，这个话题我们这个其实之前有专门做过一期会的一个专题进行探讨，对吧？OK，好，今年往下走，6.6、6.7是比较好的买入区域。但是每个银行的报价不一样啊，我们去找招商银行是比较黑的，交通银行的比较好。啊，招行它往往比其他银行每天的报价稍微高一点，手续费收的多一些。招商银行比较黑，啊，交通银行比较好。还有那个浙江的宁波银行也还行，有时候报价会比较低，有时候它会比较高啊。啊，如果是首推的话，当然这个还需要每天去对比，每天去对比。但是最贵的就是招商银行。中国银行也还可以啊，中国银行也还可以，因为它是最大的一个外币结算的一个啊，结算的一个是啊，这个银行啊，中国银行也还可以，不要去招行买啊，招行是最黑的，好吧，大概呢底部的位置就是6.7、6.6，现在来看的话相对比较便宜。我们刚才去讲到港币，我们就看一看港币啊。Hong Kong dollar，港币这个走势，这个走势简直没法去用技术层面来分析啊！这个走势，我们看一下港币的走势啊。港币，逻辑上是自由浮动啊，因为香港是非常大的金融结算中心啊，也是原来的这个一个相对比较自由贸易的港口啊，但是后来港币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这一看就是受调控的啊，这个走势没办法去做分析啊，只能说就是7.9啊，7.8这个地方有可能被突破，港币长期来讲也是贬值的一个趋势了啊。我们刚才去分析了这个香港房价在去年的一轮震荡的调整，跟港币的贬值还有人民币的贬值也有非常大的关系，而且香港经济确实不太好，香港经济近几年确实不太好。在四小龙当中，现在经济最好的可能还是新加坡，经济最好的可能还是新加坡，啊，最差的是香港，台湾也一般。台湾也一般般。啊，台湾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跟这个中国大陆政府的关系是在，特别是在蔡英文执政时期是不太好的。啊，最好的时候是在马英九。马英九在这个执政国民党的时候，那跟中国政府的关系是非常好的，而且两岸的这个贸易往来，这种订单，包括旅游业等等等等，在那个时候是黄金时代。但是在蔡英文执政之后就不太好了。但是亚洲这些小国家当中，小地区当中啊，面临的这个一个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啊，我们之前也去谈及到过日本，是吧？台湾。香港、新加坡，那新加坡在李光耀还在世的时候，其实是有推出过关于这个，有推出过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他这个计划生育跟我们之前，我们这个90年代推生计划生育不一样，是吧？我们那个时候是为了防止超生，是吧？每个人只能生一个，所以导致现在的这个321家庭，
我们现在都家里都只有一个啊，没有哥哥妹妹，没有这个哥哥弟弟啊，妹妹姐姐都没有，就一个独生的。但是李光耀在执政的时候推行的这个计划生育政策不一样，他推行的是要求政府鼓励新加坡人民进行一个生育。啊，我记得当时有个段子，有一个女博士生啊，当时她在这个大学演讲的时候，就问那个女博士，她说你现在多少岁？那个女博士说30多岁，结婚了吗？啊，找没找男朋友？啊，那个女生说没有，啊，问她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她那个女生说不知道。然后李光耀当时就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回答，他说，你现在读，他说你现在是研究生还是博士？啊，那个女生博士，她说读博士不如找一个男朋友。然后最后呢，结束的时候就。就开了一个玩笑，她说：“赶紧去找个男朋友结婚吧，博士也不要读了。”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新加坡是有往这个方面去引导，但是我们之前所谈及到关于人口啊，人类学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生育率，在任何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北欧、日本。欧洲，还有亚洲，从人类学来讲，生育率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不可逆的指标，就是一旦它降下去之后，是很难去再把它提升起来，很难很难再把它提升起来。哎，同学说到，有时候心里计划的挺好，等行情反弹上来就开始空，可是一看到行情反弹上来就不敢空了。其实这就是一个关于执行力的一个问题啊，是吧？执行力，关于执行力的问题，这个需要去训练的，真的需要去训练。就说没有办法，我这边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就是你这么去做，一定可以做到。当行情来的时候，机会来的时候，不会恐惧，这个是需要去磨练的。那么，锻炼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想尽办法去控制你的仓位，想尽办法去做好风控。风控是交易当中的第一位。当你去做好风控，当你去把风控真正的去落实好的时候，不再去重仓交易的时候，这笔交易不会影响到你生活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正常的练习了。那如果你单比较，你说我1万美金啊，我每次亏损亏1000块钱，你这个压力是很大的，你是没办法进行好好练习的。亏5次，5000，50%的回撤，那基本上就完蛋了，心态会很受影响。所以说，怎么去解决这个交易计划到了不执行或者执行力不好的问题，首先从降低仓位开始，好吧，这是第一步，不要贪婪。我们讲过，交易是一个长跑运动。交易是长跑运动，利润是通过多次对与错的博弈，最终所遗留下来的一个结果。是吧？啊，所以说解决这个问题啊，首先第一，降低仓位。好，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黄金日内能不能空？可以空啊！昨天刚才讲了啊，1300，刚才让大家去挂单的位置，1321挂单入场，可以空啊。止损放在50点，1326。
OK，好。那么其他同学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股指啊，看一下股指，我再说一下股指啊。股指开始走低了，股指开始往下走了。那么空单呢，继续拿着啊，股指的空单继续拿着，不需要太去做任何太多的调整。这一轮最终的话，看两万五的一个附近的支撑的状况，如果跌破的话，下方空间会被打开，股指会有一轮非常大幅的回调，非常非常大幅的回调。OK，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结束，祝各位同学交易愉快，明天下午再见，拜拜。